们现在排排坐不是要看电影的，我们是来运动的。那我们因为要在家运动，所以我们可以挑选这样子的弹力带呢，来增加阻力，达到训练的效果。那我手上这边有两条，一条蓝的，一条粉红的，是长度看得出来跟是身高吗？不是，长度跟磅数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在挑选弹力带的时候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强度，像这个是轻度，这个是中度。Okay. 还有重度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，你一定叫买两条都买，对不对？我会卖三条，三条哦，两条无法，我们一次卖是卖三条，对 对, 對，三条一组，一组比较可以左右，对对对，一组有折扣一组 ，OK OK， 有折扣，因为他们都用轻度的嘛，但我可以把这个加起来，重度，所以就变成说它会适合我的肌力，对，好，我们把脚先踩着。就是大概踩在弹力带中央的位置，然后我们拉起来之后呢，先哇，这个有点重。拉起来之后，拉起来之后呢，放在我们的上胸的位置，上胸的位置。光是这样子其实就很吃力了。我们放在胸前，不要开到后面去哦，就放在前面。好，所有要记得所有推跟拉的动作呢，我们往回的时候要慢。往上可以用力推，但是回的时候要拮抗。其实我建议可以穿一个手套。老师，粉红色给我，对，要啦，因为这个虎口会痛，手跟手指对虎口的地方会痛。你们真的很娇滴滴耶，那会痛会痛，还讲说什么擦玻璃做家事？哎呦！椅子比较高，你确定这不会掉？这不会断掉？这喷到我的脸，你要负责。玻璃也花很多钱。哦，好厉害，主力。这样对吗，老师？我这样对吗？对，但是因为你们的椅子比较高，对，所以你们大概拉到这个角度就拉不上去，推不上去了。哦，但是它那个比较长，肖玉老师比较长就可以，你可以推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推到直。哦，推到直。哇，你看。伸直不锁死，然后放在胸前，然后往下的时候要慢，配合吸气往下。我们全部一起来个十个，好不好？太多了，五个，好，五个，好，吸气，先吸一口气，吐气往上推，好，吸气往下，好，吐气往上推，好，吸气往下，三，吐，四。七，哇！五个，老师五个了，报告老师。哎，超过五个了，是不是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的那个手指变长了耶，这里好痛哦，我觉得这里会让我的手指变长。还是要戴手套。不要再教，不要再告诉我说我手短了。这个会练手指变长哦，你为什么有手套？因为我事先准备好了。哦，你居然在叫我们买手套？对对对，一组再加销的一部分，加个500块就再送手套，对，比较划算。499，你还去买送一只手套，对对对，六个，对对，两组，买两组才送一个手套，才会完整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呢是练背，背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。我们稍微握在中间的位置，但是要握多中间呢？基本上就是越中间越吃力，所以你可以先从中间慢慢往两侧拉开，在肩的位置往下，大概放到胸下的位置，胸下，然后只要往两侧打开，两侧打开，你那条比较轻，不是，我这条比较重。你可以稍微握宽一点，握开一点就会简单一点。注意看我的背在拉紧的时候呢，要完全夹直，把背夹紧。就想象着你的背部有一张 A 那个 A 四纸，放在后面要夹紧，夹紧背。练背，老师已经讲了四五遍了，那些耳背啊。同学起内讧，这是练手臂吗？然后我再稍微讲解一下，就是拉到底的时候呢，我们回的时候要慢，再回来到还有张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再继续往后。哦，不要全部回去，不要全部回去，慢慢放。老师，你真的都在胸下哎？对啊，在胸下。那我这样子，我是不是奶太垂啊？为什么我一直在奶的中间呢？手都一直把它放下啊？对，好，放下来就好啊，再一样。你看我这样就很高了哦，对啦，我们一样一起来五个，好，动作前先吸气，
吸气，好，我手的位置先到位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两侧打开，回来的时候吸气加缓慢的回来，维持张力，张力还有的时候我们继续吸气吐气往后，这真的好难哦，好酸哦，对，很酸，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其实越慢会越难，四往后，肩膀都好酸哦，对，吸气往回慢慢放松，最后一个五，最后一个撑久一点，好，好难哦，好，吸气再慢慢往回。哦，好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动作，我上身还有一个动作是，我们把双手呢放在手肘的位置，放在靠在大腿上，两边都一样，然后往上拉，做一个二头肌的训练。哇，这好在健身。二头，对，这就是一个二头，因为我们的肘关节一定要放在我们的腿上，就是完全集中在二头上面。老师，我手会一直抖，是我有帕金森什么什么？不是，帕金森是症，会一直抖啊。手抖是还是肌力害怕？手抖是对肌肉那个肌力的造成一定的刺激。哇！所以你的肌肉要出一定的力量去维持住这个动作到底。好，吸气往下，跟刚才的逻辑一样，往下放的时候要慢，往上吐气用力往上拉。我很有感，二头很有感，有五下，没有感觉。好，我们一样哦，来五下哦。哎，跟谁？五下了，好好好，五下了，我们都做完了。好，来，上半身幸福吗？幸福，上半身也要幸福。啊，下半身练好，下半身才能过得好。幸福，现在来过做下半身的下半身的幸福。好，一般深蹲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弹力带的方式踩着来加强深蹲的一个难度，所以我们一样踩着之后一样做深蹲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过程当中你需要的核心稳定。你看郭毅群同学在滑雪哦，你看，好棒哦！你再做一次我看一下，你再做一次我看一下。真的，你看滑雪要来之前，他是怕摔倒是没有，就是臀部先往后，刚才你是膝盖先往前，对，臀部先往后，然后再往下蹲，坐下去。哦，有这样子，有稍微好一点。你要记得一个大方向，就是从头到尾膝盖都不往前。哦，膝盖都不能往前。你注意看我的膝盖，你注意看我的膝盖，从头到尾到前，我的膝盖都没有往前。所以是这样。但是你啊，对，这个好，有这个很酸哦。有，对，就是因为你做对了，所以它的力量会集中在你的腿上。对。好，透过弹力带的方式，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可以增加那个腿部的阻力。有感觉。有感觉吧？有比较用力。好。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做一个弓箭步深蹲，后腿可以往后放。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大概做一个弓箭步的样子，然后一样往上的时候站起来，所以你自己可以感觉一下，如果强度不够你就是抓下面一点，抓下面，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弹力带的阻力加到你的腿部，稍微五个就有感觉了，有，然后换边。好，老师刚妹讲摇头，她说她没感觉，不是啦，我说我好强哦，看一下妹讲谁好强，你是不是想换边了，已经换边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换边。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，往下蹲。好，膝盖不往前也是一样，就是尽量是后脚再往后摆。对，这个姿势好。站起来，好，往下蹲。它跟刚刚那个逻辑一样，就是说我们往上的话，你怎么样都会有阻力，但是往下的话要放慢。对，往下要把动作放慢，慢慢往下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大腿好酸哦。对，吸气往下，慢慢。哦，SM就是SM就是五号，五号。所以刚才示范的两个都是腿部的，现在要做一个臀部的。自由。好，我们要做那个之前就讲过的旋腿臀桥。旋腿臀桥怎么讲？旋腿，好像一道川菜。对。踩在单脚上，然后这个呢，我们要稍微绑起来，绑在大腿上，以防它弹开。好，然后单脚旋腿，脚后跟跟臀部发力顶起来，让上身形成一座桥。往下放的时候慢配合吸气，往上的时候用力吐气。好，我们吸气往下慢慢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 再往上，就是一样要维持张力，不要到屁股完全到垫上。哦，好酸哦！阿妹讲很慢很累，阿妹讲都没有起来啊，再来了。
没有起来，没有起来。有，太热了。你的脚后跟靠近臀部，脚后跟右脚啊，对，右脚的脚后跟再靠近臀部。OK， 好，然后脚后跟跟臀部发力顶起来，发力。这个我好想要帮他抬一下。后脚后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子才有，这样子才有。起来啊！好，吸气往下，吸气往下，再吐气往上。屁股有感觉了，有感觉哦。换腿，哇，已经换完了。我少做一个。好，下半身幸福了吗？幸福。